我们现在呢就到二楼去参观一下。那大家跟上楼梯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我们有很多彩绘玻璃窗，这些彩绘玻璃窗呢也都是最开始设计的，那它们每一扇啊上面都有一些啊拉丁文一些的很好的一些寓意，这些寓意呢主要就是用来提醒审议员们在这里开会的时候啊是要顾及到所有的审议民们要公平要公正，那么尽量考虑到我们所有审民的利益。好，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房间呢叫做荣誉大厅，那之前呢这个房间其实是一个办公室，但现在呢这个荣誉大厅主要用来办一些特殊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开新闻发布会啊等等等等。那这个大厅呢其实最有意思的有两扇窗户，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往这边走，这扇窗子呢英文叫 Diamond Jubilee， 那中文如果翻译的话应该就可以翻成钻喜窗，就有点像咱们国内大家都会讲金婚啊银婚啊，在英文里它会有一个钻喜年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期。钻喜年是用来干什么的呢？主要就是用来说当一个国王一个君主在位60周年，那么60周年那一年就是他的钻喜年了。那这扇窗子呢其实是为我们维多利亚女王打造的，那大家也知道为什么我们维多利亚是叫维多利亚呢，就是因为维多利亚女王了。那维多利亚女王是在1837年的时候正式登基，到了1897年的时候60周年，由工匠打造了这扇钻喜窗来庆祝她的钻喜年。那在这扇窗子呢有两个字母，第一个字母是 V， 第二个字母是 R，代表的就是 Victoria Regina， 意思就是维多利亚女王了。那这扇窗子其实啊大家可以看到好像不太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框架哦，它像是额外加上的。那因为这扇窗子最早确实是为另一个地方打造的，准确的说啊是我们审议会的背后在后面打造的，但是呢后面决定说把它移过来移到这个公众区域来，所以就把它额外加在这个上面。那这扇钻喜窗的对面呢有另外一扇窗户叫做金喜窗，我们过去看一下。这扇金喜窗啊是为伊丽莎白2世设计并且制造的，那之所以叫它金喜呢是因为伊丽莎白2世当时在位50周年的时候啊就是他的金喜年，那自然就有工匠来打造这扇窗户来祝贺他的登基50周年。伊丽莎白二世呢是由1952年的时候正式登基到2002年的时候就是他在位50周年了。那在这扇窗子上大家可以看到有我们现在的省议会的这个有我们现在 BC 省的这个标志，同时呢窗子上还有一些个动物，那这些动物呢也都是在 BC 省可以见得到的，可以说是他们是这个 BC 省的local 吧，可以这么讲。现在所在的这个房间叫做圆形纪念大厅，那圆形纪念大厅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可以说是金碧辉煌的，对不对？在墙上大家可以看到四周都有金色的一些个装饰，其实这些个金色的装饰啊都是23K 的金箔贴上去的。在我们穹顶啊大家可以看到有四幅画，这四幅画呢其实就是代表我们 BC 省的四大经济支柱。那么比如说那一幅是渔业，这一幅是农业，这一幅呢是矿业，而第四幅呢就是林业了。这个出入口呢可不是一般的出入口，这个出入口啊平时都是关闭的，那在什么时候会开放使用呢？那就是当加拿大的国家元首现在是我们的查尔斯国王，那查尔斯国王人在英国啊，所以他自然没有办法天天来我们
加拿大，或者说来我们 DC 省，所以他就在加拿大派了他的代表。比如说，整个国家有一个总督，那么每个省呢，包括 BC 省在内，又有一个省督。那也就是说啊，当省督或者总督进入到我们省议会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使用这一道门了。大家要不要过来看一下，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这里面通往的是我们的花园。对。